不要分享一下，就是觉得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差别，这样觉得自己比较喜欢的。北梦嘛，哈哈哈哈哈。讲一下啦，喜欢为什么？哎，喜欢北梦，比较喜欢北梦买几首好了。你是今天才过半天，讲这样其实不公平。你要等一个礼拜过后。最好都可以做前后侧。好，再来做前后侧。比较喜欢南梦买的举手。我们现在南梦买第一天来先调查一下。比较喜欢南梦买，哎，没有人吗？有啊。你这个地方住你比较喜欢的。我比较喜欢。虽然天空还是很不错。嗯。天气两边有不一样吗？有，这边有太阳了。这边很潮湿，嗯，可是这里因为那是下雨的关系。对啊，你现在因为刚好又运气好，你们又没碰到雨，后三天又碰到雨了。对啊，我们那边前两天很舒服啊。嗯，很凉很凉。对啊，我们现在你们真的运气好，你们真的运气很好，到今天来讲真的是运气很好。还住 V 啦，是吧？对，像住 V 啦，只是客难的 V 啦。不会啊，我那不是穷学生去租一个别墅级的那种 V 啦。